请掀开经本53面啊，53面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净净土无逆失恶，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具下下品，戒得三不退也。但是得命不退的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这个是带这样重的罪业去往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地位就等于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这简直是一步登天的，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由这里看到净土的殊胜，我们看底下的一段文：然具教道。这个教是经典，就是佛所说的这一切经，这是教，就是教科书。道呢是道理，如果依佛的教学，依一般所说的道理啊，若是凡夫，则非出国等。出国是圣人，他要是凡夫，决定不是圣人。若是二乘呢，则非菩萨。假如他是声闻缘觉，他当然决定的不是菩萨。这个就是说，戒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若是异生呢，则非同生性等。这个一生就是别教的三贤位，同生呢是原教的初住位。这个同与别怎么分法呢？是讲的真心本性、明心见性。你跟佛所用的心呢是一个心，用真心，那就叫同生心。当你没有见性之前，你用的是实心，就是八识，不是用真心，跟佛用的心不一样。又是用真心的，又是实心。真心也叫做真性，这个就是同生性跟异生性的差别。那么三贤位的菩萨指别教三贤，因为别教初地就是同生性，初地他用真心。那么这个分得很清楚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又往生造作无逆十恶这样重罪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立刻就证三不退。证三不退就是同生心超越了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这个超的太多了这是教道理上都讲不通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法门。所以又念不退也非复一生念不退是原初住别初地，是同生性，他决定不是一生性
行不退呢，非仅见道；位不退，非是人民。啊，这个意思不必说，诸位都能体会得到了。劣等呢，则成大妄。啊，这个大妄是大妄语啊，怎么能凡夫一下就变成圆初住的菩萨？圆初住是化身大士啊！啊，这怎么可能一下就超越的？这么多啊！这个超越就是劣等啊，劣等呢？这个在佛法里面，这是大妄语。进步自学古称啊，就是旧的称呼。比如说断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你是初住菩萨了，就不是实性菩萨了啊。实性升了一级，前面的称呼啊就不要了啊。好像你们在学校读书，中学毕业了，现在考取大学了，从前是中学生，现在是大学生了，以前那个中学生的名称呢不要了，舍弃了，现在是大学生了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佛法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如果说是证得初果了，那就是圣人，就不是凡夫了，凡夫名称呢舍掉了就成了圣人了啊。那么如果证到行不退呢，那就是菩萨了，就决定了不是二乘啊，二乘也卸掉了。这个意思就这样的，往上提升一级，以前的称呼啊就卸掉了。为极乐同居，一切皆非，一切皆是啊。前面所讲的是个常理，是个正常的现象。这极乐世界呢，这讲不通了啊！怎么讲不通呢？烦恼、罪业没有断。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他根本就是个凡夫，但是一生到那个地方呢，他就正三不退。三不退是化身大士。那他到底是凡夫还是化身大士啊？说他是化身大士，他烦恼没断啊，见思烦恼在；说他是凡夫，他证了三不退。极乐同居净土，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啊。你说他是凡夫也行，说他是初住菩萨也行，那就俱是啊。你说他不是凡夫也对，说他不是菩萨也对，一切俱非。这是极乐世界真正不可思议了啊！十方佛陀无此名相啊！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那些刹土里头没有这个现象。无此界位啊，凡圣界位里头没有啊，绝对不像这个极乐世界，也无此法门啊。十方世界的状况跟我们娑婆世界大致差不多，是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奇寻，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呢？这是把这个事实真正的原因呢给我们说破了。心性之极致，这是到达
极致是到达了顶点啊！啊，就是我们用的真心本性呐、啊，真心本性、啊、达到了极点。这是说什么呢？说能念之心，不可思议。能念的心不可思议啊！那么诸位要想一想，这一句话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说出来的。所以印光大师赞叹这个注解说啊，就是故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印光大师赞叹，也是赞叹到顶点了。那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这个注解如此的赞叹，那欧耶大师是什么人？他要不识阿弥陀佛再来啊，必定是观世音再来啊。可惜呢，在历史上没有记载，他的身份没有铺路。如果不识弥陀观音再来啊，怎么能当得起大势至菩萨如此的赞叹？啊，所以我们能念的心呢、啊、是真心的极致啊，非同小可啊。所念的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就是持名之起学。念佛法门一般人轻视了啊，这个就是经上一再说的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所以佛说这个法门要叫着舍利弗给他说。为什么呢？智慧第一，不是智慧第一的人他不能接受啊。啊，华严会上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发愿往生，再再都说明这一个法门殊胜无比啊，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跟它相提并论啊，所以它的成就不可思议。弥陀之大愿啊，我们能念的心，心性的极致，所念这个佛号，这叫持名的气血，再加上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才有这种特殊的现象啊，那就是一品罪业都没有消，到那个地方去就跟原初住的菩萨，别初地的菩萨了，就平等了。这个地方也解答了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摩诃大师弥陀经上所翻的一心不乱。玄奘大师的译本是直译的，梵文的原本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罗什大师他用的，后人对于这个一心不乱呢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啊，因为一心不乱实实在在不容易，四一心是断见思烦恼，换一句话说摩罗汉的境界。理一心呢就是原初住别处地化身大师的境界。我们读了这一段，对于罗什大师所犯的一心不乱呢这个疑惑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无逆十物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三不退，那证三不退那就是理一心不乱，不是四一心不乱的啊。可见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理一心不乱立刻就得到了啊。问你怎么得到的还不知道了啊。要不是藕益大师为我们说出，我们怎么晓得糊里糊涂就得到了啊。这就是心性即止，持名其旋，本愿加持啊，这样得到的啊。一生不处者，指一生不复位。这个不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后补啊，所以后补佛了。那么他的成就是在讲跟佛完全相同，只是不在佛的位置上啊，佛的位置出去了他就补上去了啊，这叫后补佛啊。我们称之为等觉菩萨。如弥勒观音等，弥勒菩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处菩萨，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处菩萨啊。这是举这两个人做一个例子，极乐人民普界一生成佛，不是普遍啊。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一生成佛，绝对不要等到第二生啊。这个前面我们见过了，人人比实证不出，实实在在啊，这不是假的，不是假设的，不是相似的，实实在在一生当中啊，一定证得不处的这个果位。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数之也啊。经上讲的诸上善人，这个上善呢就是指的不处菩萨。不处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太多太多了，那么从这个经文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消息啊，也了解一个事实状况，那就是说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多少时间的修持才能够证得不处菩萨啊？换一句话说，才能成佛。这一桩事情大致上我们现在明了了。昨天跟诸位说过，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他的时间是十劫，十劫当中不住菩萨这个数字超过了一半啊，因为他说都有啊，他并没有说少有啊，少有那不到一半，都有呢那绝对是超过一半啊，超过一半，当然这个世界呢第一阶第二阶呢那已经到这个位置没问题了，这第三阶去的第四阶去的啊，第五阶去的到今天也算来成就了，那可以说呢他的数字才只有一半呢。如果说到第六阶去往生的也到不住菩萨了，那就是超过半数了。那么第六阶去的到现在四阶，我们想到这个事实啊，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快速啊啊！所以诸位你想想，这个经文虽然没有明说，经文里头意思已经很具足了，大概总是三阶到四阶就成就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三大阿僧祇劫，人家那个这样三阶四阶就成就了啊，所以他说都有啊，一生不出啊，啊，决定超过半数啊，超过半数，那我们想到往生的人应该是在第六阶啊，阿弥陀佛成佛十劫了，应该是第六阶，他已经到达这个地位了啊，这才能超过半数啊，第六阶、第七阶到那里都已经证得不处的位置了。一定是这个现象啊，所以这个不处菩萨不可思议啊，人数太多了。佛此释迦一代释迦，说释迦就代表西方世界以外的诸佛刹土，有以外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呢跟我们这个世界差不多啊，释迦佛呢足以代表了啊。我们看释迦一代释迦为华严明一生圆满啊，我们看一切经啊，除了这个净土三经呢以外，你看一切经讲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修行圆满，就是证到不处菩萨成佛的，只有华严一部经讲到，其他的都没有啊。华严呢善财童子一生圆满啊，他五十三参，这个第一参的时候，他的地位是圆教初住菩萨。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他的位置提高一层。啊，他参访了五十三位善知识，啊，这个里面当中等觉菩萨有十一个，啊，其他的都是每一位菩萨提升一级啊，所以到了参访普贤菩萨的时候，他圆满成佛了。
而一生圆满之因，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一生为什么圆满成佛呢？在幕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愿望导归安阳，善财在华严会上参访摩耶夫人的时候，他就是等觉菩萨了。摩耶到这个弥勒菩萨十位善知识了，换一句话说，他已经是久居等觉了，不是新成的等觉，久居等觉。弥勒给他介绍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圆成佛道。这是要我们深思的，要好好去想想啊。不能含糊笼统看过啊！为什么呢？你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一切法门里面哪一个法门殊胜。是我们慧眼开了，我们有能力选择法门。普贤菩萨不但是劝善财往生净土，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中。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华藏世界的人全部都是同身心的，没有一身心的啊，都是明心见性啊，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才能够进入华藏世界的啊。那么这个41位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普贤菩萨呢是以这个十大愿王劝导所有华藏世界一切菩萨们通通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华藏世界的导师是毗卢遮那如来，文殊普贤是毗卢遮那的助手啊，左右助手啊。现在文殊发愿求生，普贤劝导大家通通都生到极乐世界，毗卢遮那佛这2位大弟子没有背叛老师。那再我们想想，这还得了？把老师所有的这些同学通通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还得了吗？毗卢遮那佛没有出面来干涉他，没有说他做的不对呀。啊，像这些事情，我们都想想，对于净土法门才会真正认识它，你才会真的相信呢。真的发心，所以真心切愿，一心持名，就是心性极致啊。所以他的成果
十方世界的菩萨都不明了啊，究竟为什么原因，这个罪业极重的人念几声佛号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呢他这个地位德能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但是他又不是等觉菩萨，他烦恼没断啊，他的这些德能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啊，阿弥陀佛是做增上缘的啊，但是他有因，因是什么呢，就是心性机智，这是因啊。这下面呢，最后反复列灯补处啊，其常积谈不可测度啊，这是欧耶大师的一个感叹的话。诸位要看清楚，我刚才所说的只是把这个往生的人啊，无逆十恶往生的人，只把他比作原初住的菩萨了，我们已经就觉得不可思议了。其实我这个比的还不够啊，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应该跟谁比呢，不处菩萨比啊。换一句话说，无逆十恶这样重罪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一切受用啊，跟等觉菩萨相等相同，这还得了吗？这个法门谁相信呢？没有人能相信啊！这真的是诸佛的境界。欧耶大师说得好啊，非九界以自己的智慧能够明白的，这个九界就包括了等觉菩萨啊，连等觉菩萨要凭他自己的智慧他也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点出来了啊，凡夫劣灯不出，真的是其常积谈不可测度，这个不但是凡夫不能测度啊，身份圆觉化身大士都不能够测度的。华严所禀却在此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一生成佛的宗旨就在本经，所以这个经是华严的归宿啊，是华严的总结。而天下古今信心宜多啊，这个信是很少，相信的人很少，怀疑的人很多啊，自古至今啊，无论是中国外国啊，
对这个法门呢抱着怀疑的态度，不能相信的。此凡一时，此是言语文字对于经中啊讨论的很多，讨论的越多呢，这个意思越不明显啊，就是连许多有修有证的这些大德们，他们这个著书谈论里面，对于经中都怀疑。譬如李长者的华严合论啊，这了不起的人呐！华严经自古至今只有两个注解，一个是清凉大师，一个是李通玄居士的李长者啊。李通玄他在清凉之前啊，大概前后不太远啊，算是同时代，年龄比这个比这个清凉大师要大。他跟华严经做注解，那个感应就不可思议。他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啊，在这个山上啊，路上遇到一头老虎啊，这个人真有道心呐！啊，一般人见到老虎赶紧跑啊，啊，他见到老虎不但不跑，拿个拐杖还敲敲老虎的头，我要找一个地方清净地方给华严经写个注解，你知不知道啊？知道带我去。老虎摇摇尾巴就带他去，找到一个地方果然不错啊，是一个石头洞里面，石头洞是老虎屋啊，一窝的老虎，洞外面的时候有泉水，环境非常幽静，他点点头，这个地方不错。老虎搬家，把那个地方让给他。啊，那么他在那个地方，这发心呢，这个住经，就在那个泉水池塘里面，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从这个池塘里面出来，每一天照顾他的生活，所有一切用具他都给他准备得很好啊，一两年呢，李长者很专心，这两个人伺候他的人都没有仔细看看，当然也没有问他你姓什么名字叫什么，没有啊，两年当中没有打招呼，也没有正看一眼。这个合论写成了啊，这个著作圆满了，哎，他就想起来，哎，这两个人呢，我要来见见他，问问他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念头才一动呢，这两个人没有了。啊，他以为是乡村底下的。到山下了，到处去打听，没有人知道，这是感应的，天人供养啊！啊，那么李长者在合论里面就说，西方是泉，华藏是石，啊，华藏大，西方小。以这样的人对于西方世界还打了许多问号啊。
况其他的人啊，所以这个法门呢，真的叫燃心之法了啊。那么，欧耶大师在此地这个"慈凡易施"这四个字，也就是对离长者而说啊，于唯有破心立学而已啊，这破心立学。告诉大众啊，离长者他说错了，华严经其他部分说的对，对于西方极乐世界那一段他说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么这个地方呢，世尊叫住舍利弗呢，也就是叫住我们。劝勉我们呢，要发愿啊，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应该要发愿求生净土。前面说过，华严是世尊一代实教的根本法轮啊，所谓是一切经都是华严眷属啊，华严是根本的，这个根本归属啊，却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归属在阿弥陀经。一般人不能相信呢，总是善根未熟啊，善根熟了，一听就相信，就接受了。啊，善根还没有熟透啊！欧耶大师苦口婆心，为我们开导，把这些疑难一层一层替我们解开。我们明白之后，应当发愿求生啊，这才不辜负啊欧耶大师啊。这个地方佛有特别劝勉我们求生净土，当然净土的殊胜就在上山聚会，这个实在太难得了。我们现在学佛，善有少啊，啊，我们同参道友啊，善有少。物有多，什么是物有呢？使我们对这个法门怀疑，不能专修，这个就是恶善之识。这个善友啊，是一味劝导我们，鼓励我们放下万缘，
专修这个法门，这是善友。我们同学当中，欢迎劝你，《华严经》好啊，不能不读啊，《法华经》也不错啊，啊，要多看看呐、啊。这不是真善知识啊，你要知道啊，为什么呢？分心，也就是说夹杂了。纵然你很努力啊，进步，我们前面讲过，你是杂进，不是精进。精是纯而不杂，像古大德一样啊，古来这个净宗的大德，一生就这一部经就够了，那叫真善知识，叫真精进啊。那就是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不但誓言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才行啊，专到基础啊，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不往生。在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我们曾经见过，曾经听过啊，这个听说那都是有事实，绝不是传闻，绝不是虚构的。有这些乡下老太婆不认识字，什么经也没听过，就念这么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个三年五载啊，站着往生，坐着往生的，欲知实知，给诸位说，那些人呢，那叫真正善根成熟啊，他一生专精，他一点都不杂了。这个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不能够相比的，所以古人常讲啊，为上智与下愚不一啊，上智文殊普贤，这些人是上智啊，他们对这个事实真相完全明白，完全了解，所以一心念佛啊，一心无二用啊。不错，文殊普贤讲了很多经呢，他为什么讲那些经呢？看到你根气没成熟啊，你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啊，啊，你想学般若给你讲般若，你想学方等给你讲方等，这是不得已啊。根熟的众生他什么都不讲，专门教你念佛啊，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能看到的，法照禅师，这唐朝是不是？
他的语言不错，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啊，他见到大圣竹林寺文殊菩萨的道场啊。诸位看这个法照禅师的传记，你就明了了啊。听文殊菩萨讲经啊，听完了以后向菩萨请教，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已经不如过去的人，应该修什么法门才能够得利益？文殊菩萨教给他念佛。那么他向他请教，念哪一尊佛？文殊菩萨给他介绍啊，念阿弥陀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还念了几句，亲口传给他，这就是无慧念佛啊。他离开了五台山之后，禅不要了，专修念佛法门，到处啊教别人念佛，所以就成为啊叫无慧法师啊。这个无慧念佛了，是文殊菩萨传给他的，他传下来的啊。但是无慧念佛这个音调啊已经失传了啊。现在呢，这个有流行的这个无慧念佛谱啊，那是后人编的啊，照这个意思来编的，不是菩萨所传的啊。那么这就是说明文殊菩萨观机看到法照机缘成熟了，没二话说就教他念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还跟你讲其他的经典，那意思很清楚啊，你这个根基没成熟啊，你不能接受当身成佛的大法世尊在此地告诉我们啊，为什么劝你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呢？得于如是诸上善人。这个如是啊，就是前面讲的不可算数无量无边的那些一生不处菩萨啊。诸上善人就指这些人，你到那里跟他们聚会一处啊，同参道友里面来说，能够跟不处菩萨在一起，不处就是观世音大师之文殊普贤弥勒一流的啊，到那个地方去跟他们是同学啊，每一天在一起啊，这些人时时刻刻照顾你，你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所以在西方世界，在我们现在想象当中啊，推想当中，大概这是三劫啊，四劫或者三劫都不到啊，他就真的不出的果位了啊。你要问为什么？因为这么多不住菩萨天天跟你在一起啊，这些人提携你帮助你啊，我们看注解，前罗汉菩萨
但可允善人啊，前面所说的啊，罗汉菩萨啊，那都可以说呢，那都是很晚才往生的啊，早往生的已经真的不出了啊，这些人善人为不处具因为之机啊，因是菩萨，菩萨地位的最高了，故云上，所以称为上善啊，这个就是说得很清楚，上善就是指不处菩萨啊，不处以下称为善人啊，不称上善啊，所以上善呢是专称这个不处菩萨的，其数甚多，故云住啊。前面的那个数是无量无边啊，这个一段文我们要特别留意啊，所以这要解实实在在说，把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状况都给我们介绍出来啊，我们对西方世界事实道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有不愿意往生之理呢？聚会一处，又因凡圣同聚。我们带夜往生去的是生凡圣同聚土啊。寻常有十圣过去有漏业，全圣大慈悲念，故凡夫得与圣人同居啊。那么这是看我们一般啊，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里也是凡圣同居土但是这个状况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差太远了。实圣，实是真实啊，真实的圣者，他过去这个有漏业还没有断干净，所以他住在我们这个世界，像一些摩罗汉啊，辟支佛，这我们常讲啊，他证得初果之后，天上人间还七次往来啊。为什么要七次往来到人间来呢？他有漏业没断干净啊，见活断干净了，死活没断干净，他一定要来啊。我们跟他在一起叫凡圣同居，全圣呢，全是全巧方便啊，像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地藏菩萨、九云街已经成佛了，他是示现的，也示现了在我们这个世间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像法照见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大权示现，慈悲三昧水忏里面讲的迦摩迦尊者是一位阿罗汉啊，他的道场在四川，悟达国师跟他有缘，
见到了。大圣住林寺文殊菩萨法照跟他有缘，见到了，没有缘的人见不到啊。而且法照见文殊就见一次，第二次相见见不到了，不是常常见的，不是想见去见的。法照禅师离开竹林寺的时候，一路上做记号啊，下一次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啊，这个路一转弯的时候他就做记号。啊，这一做记号了，回头再一看呢，菩萨道场没有了，一片荒山。才知道啊，这个凡圣同居啊，要不是特殊的因缘，见不到啊，哪里像西方世界这些菩萨天天见面的，想见就见的。啊，这个下面说这视之回身，啊，这个视之这些摩罗汉他们修行圆满了，烦恼断尽了，灰身灭智，他超越了三界了，不跟你同居了。全知寂静，这个是大菩萨们视线的同居，是为了戒引众生的。戒引众生有特殊对象的，你比如像这个普贤啊，这个文殊要度法照，现大圣住林寺，现这个道场。他看到有一万多菩萨听文殊菩萨讲经，啊，文殊菩萨将无慧念佛的方法传给他之后就没有了，再也见不到了。寂静便生成舍意，啊，就离开了，再见不到了。葫芦悬殊，那湛同啊，非究竟同也。啊，我们这个时间，这个凡圣同居啊，是这么一个样子的。这是湛同，不是天天同。啊，不是究竟同，有天壤之间，见闻者少。信或见闻，清净不去者少。我们在高僧传，在居士传里头，确实见了不少人，见到佛，见到菩萨，见到罗汉，啊，但是缘就都只有一次，第二次再也见不到了。啊，那么这就是语言的问题啊！啊，真正的这一生很幸运的，有这个殊胜的缘分，跟这个菩萨罗汉呢见一面，啊，非常稀有难逢啊！那么再看极乐世界，有佛事圣人众多，如真如瑞，不能避难国度，如众心微尘。前面所说的佛不在世了，像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我们见到菩萨罗汉。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释迦牟尼当年在世的时候，那菩萨多，那罗汉多，佛
佛的弟子常随众，就1255人，这些人通通都是大摩罗汉。菩萨罗汉虽多，要跟人民来做个比例呢，那还是少数啊，人民多啊。据经典里面所说，以舍卫大臣做例子啊，经上讲舍卫大臣释迦牟尼佛在世，那是一个很大的都市，有10万人口。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很多年啊，在奇树结古多园呢。那么这个城里面啊，当然那个时候资讯不发达啊，交通也不便利，亲近释迦牟尼佛的人啊，就是认识释迦牟尼佛，曾经听他讲过一次两次经的，有3万人，1/3啊。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闻过法，也有1/3。另外还有1/3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释迦牟尼佛。这是当时的状况啊。所以纵然菩萨罗汉那么多，没有缘的人是更多啊。所以说不能遍满国土啊。释迦牟尼佛这是1000多人呢，那还是少数少数啊。所以是如真如瑞。这些非常稀有，非常宝贵了。如众心微尘啊，圣人呢像众心，凡夫人民像微尘一样，这不能比呀。又聚虽同，而所作所办则迥不同。这个话说的，那真正是一点都不错。圣人所办的，他办什么事？说实实在在的话，这些大圣他们所办的是求生极乐世界，劝导一切众生念佛往生，他们办这个事情。凡夫办的是什么呢？天天在办六道轮回，办的不同啊，差得太远了。一个是希望这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一个还是迷糊懵懂啊。我们再看西方极乐世界，今以无量不思议业感生聚会一处，为私有如熏如痴，同净无明，同登妙觉。那么西方世界这个凡圣同居，跟十方诸佛世界凡圣同居图啊，完全不相同。欧益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今竟是现在，现在一点无漏不思议业，这个无漏不思议业
说这些圣人，大概我们没有问题。如果说我们去往生的人，恐怕又怀疑了。这旁边有这个小字，就是为我们破除这个疑惑的。多善根福德因缘，这经上不是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各位要知道，一个造五逆十恶，他肯相信，他肯念佛，他能往生，这个人就是具足多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小看了，往生有两种啊，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得很详细啊。去年我们在此地讲过观经上品上生章，善导大师为我们开示的很明白。如果不是多善根多福德，你跟他讲了，他不能相信。他一生造作恶业，那是另一把事情。啊，他没相信呢，这是多生多劫，善根成熟，否则的话，不可能相信啊。信了之后立刻就发愿就求生，这是福德啊。啊，所以肯去肯念，这是福德啊，这是多福德了。怎么多呢？心性极致，那怎么不多呢？心性无量无边呐！你念一生，就是一生无量无边的福德；念两生呢，两生无量无边的福德。你不肯念，没福啊！啊，不想去，不肯念，没有福德。啊，因缘是有善知识把这个法方法介绍给你，这是缘。啊，这是因缘。心性极致，名号功德，弥陀本愿的加持，那就是无漏不思议业。对，通常我们用一个字代表，叫净业。净业就是无漏不思议。这个法门叫修净业，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感得佛与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是这么一桩事情。要不施无漏不施一，
怎么能跟这些等觉菩萨天天在一起呢？这无漏不思一业，要不说清楚啊，我们不知道怎么个修法啊。可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啊，通常我们说的最简单，真心切念一心持名就对了，真心切念一心持名就是心性之极致啊，我们自身具备的，因为心性的极致，这能念的心呢，是心性的极致，这一句弥陀名号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因为弥陀名号不是他了，也是自信的得好，自他不二。我们用心性极致，名号功德也变成极致了，无漏不思议也了。那么再加上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给我们做增上缘啊，所以我们才能够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跟他们在一起为师友啊，他有能力做我们的老师啊，实在说呢，他的身份呢是我们的学长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老师，他们这些人老师也是阿弥陀佛啊，我们的待遇是平等的啊，所以到那个地方跟本觉菩萨是平等的啊，我们烦恼没有断，智慧没有开，这些人呢无时无刻不帮助我们，所以成功快速啊！如心如痴，这是比喻，像兄弟一样啊。这个比喻是从《诗经》里面来的啊，《诗经》里面有说，这个恶事吹嘘，中式吹齿啊，这个熏齿是古时候的乐器啊，形容兄弟和睦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跟这些等觉菩萨就是像兄弟一样和睦啊，一样的有爱啊，那么在一起大家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同进无名，他们的无名只差一品就断了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名没断。那么我们到那个地方，这同见无明啊，那个见思尘沙就不必说了，这无明断了，见思尘沙那怎么会存在啊？欧耶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了，这不执师正三不退啊，简直是圆正三不退，原是圆满啊。如果单单讲正三不退，那么这是圆教初住菩萨啊，别教初地。如果说圆正呢，那就是等觉菩萨啊，
等觉菩萨在圆满正三不退啊。这要知道啊，同等妙觉，妙觉是成佛了，圆教的佛果称之为妙觉啊，也就是究竟圆满成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干的是这些事情啊，决定没有六道轮回，啊，这些都把西方世界的一个状况啊，大家在一起的生活也都为我们说出来。世尊，下凡众生于念不退中，超经四十亿因为是则的根据前面的四十无力时待业往生，就下凡众生，凡夫里面他们造的罪业很重啊，下等的凡夫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于念不退中的超尽四十亿因为啊，四十亿是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全超了，你还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你还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成就？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哪里要三劫四劫？不要啊，很快呀，就证得无处的果位了。这也就是让我们体会到西方世界的声闻菩萨是极少数的啊，不住菩萨了那才是极多数的呀。这些极少数的过不了多久了，通通都变成不住菩萨了啊，当然还有少数的，少数刚刚去往生的嘛。入位是凡夫，却不离一生，必不复职，与观音实质无别。你要说这些人是凡夫。他待业往生的是凡夫啊，你说他是凡夫，他这一生成就，这个一生是来生的，他不要等到来生啊，他在一生当中呢必不佛知，就是一生不出啊，就是证得后不佛的地位，等觉菩萨地位啊，与观世音大士知啊平等，那是真正的平等。啊，观音实质这个地位，他一生当中决定可以证得。啊，而且在西方世界上，说老实话，是很快的证得。若为是一生不住，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觉菩萨。
这是刚刚去的啊，在同居陀里面啊。你要说他是一生不住菩萨啊，还不行。为什么？他见思烦恼还没断，无明还没破，所以他是凡夫，他确实他不是等觉菩萨啊。所以西方这个世界，那就是前面所这个所说的。一切皆非也，一切皆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此界救亡所不能收，刹亡所不能离啊，这是事实。救亡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一切经教，没有说过这个事情啊，没有办法收西方极乐世界。差是什么？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这种事情，唯独西方世界特别啊，所有一切佛刹的都没有，没有这种情形啊。那么这什么原因？前面说过啊，心性之极致啊，这是我们能念的心呐、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如果不是这样，那这简直就是讲不通嘛！啊，简直讲不通嘛！但是这个完全是事实，从这些事实里面，我们就真正了解了。净土法门极乐同居，超绝一切诸佛刹土，所以一切法门以这个法门为第一啊。若说成就，这是一切法门都不能跟这个法门相比的啊！一般讲啊，天壤之别啊，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任何一个法门比不上这个法门的成就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们今天有幸遇到，只要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学，我们过不了多久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同居陀里面的大圣人了。这不是普通人了、啊。